没事常甩手，健康跟你走。一位百岁老人教给我的养生甩手操，动作虽然简单，但是可以活动到全身。如果怕忘记，可以点赞收藏起来，反复看。动作一，前后甩，激活肩颈。动作二，左右甩，开肩松骨。动作三，望月甩，放松肩背。动作四，侧踢甩，锻炼腰臀。动作五，画圈甩，活动肩周。动作六，秋千甩，身轻如燕。动作七，卷腰甩，元气满满。学会了不要跑，点点关注，身体好。